今天是2023年4月20日，星期四。一年前的今天，周深的新歌《征途》正式发布了。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纪录片《了不起的征途》演唱的主题曲。这首歌曲可谓是歌如歌名，是一首偏官方的歌曲。首先，纪录片《了不起的征途》是由新华网出品的。其次，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了北京航天飞控中心的官方形象宣传片。最后，周深参加了新华网和抖音主办的中国航天的文艺汇演，当时就演唱了歌曲《奔向你》和《征途》。当然，这首歌曲的艺术性还是很强的，周深的演唱极具层次感，歌曲中加入了经典的周氏吟唱，而且周深的演唱有股山河澎湃的力量，是首好歌。接下来，根据大数据分析，周深的微信指数再次破亿，这是周深四月份第二次指数破亿，同时周深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四次破亿，其中最高值为3月26日，那一天的微信指数更是超过了 1.6 亿，这个数字已经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第二高值了。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，有没有小伙伴记得3月26日发生了什么，以至于微信指数如此狂飙呢？这也是小编发表每日视频的一大功效了吧，因为可以随时翻看。最后是昨晚的奔跑吧发布会直播，大家都看了吧，至少也看了一些 cut 了吧。有意思的是，周深心中自己和白鹿是最佳组合，而白鹿自己内心也是认可这一点的，只是当时没有好意思提出来。不过确实，周深和白鹿这对组合在上一季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搞笑能力，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会有无尽的效果，相信本季两人亦会带来很多的搞笑名场面吧。另外还有，周深是白鹿的人形点唱机，因为横店歌后白鹿被爆料，每次录制完明明已经很累，但还是要抓住周深点歌，一直一直唱。而全组也吐槽白鹿恨不得让周深把他演绎过的所有影视剧 OST 和喜欢的歌都翻唱一遍，十分逗趣。最后的最后，恭喜周深的歌曲《铃芽之旅》在华语音乐青春榜三月榜当中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，期待周深的新歌曲和新节目开播。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